开两个小时，开两个小时，我不知道，看看情况啊。那我稍微做个介绍好了。这边大家应该知道我家吧，对不对？这边是我家，然后我盖了一个帐篷，我盖了一个帐篷，然后这帐篷还可以睡觉，嘿嘿嘿嘿，超蠢！我可以给你看，示范给你看，睡觉。然后他就这样坐下来，对啊，今天很冷，超冷的，这样坐下来，然后手不知道比什么，他手不知道比什么，就有点 AA 的感觉，然后就一边抠，我昨天就是奇怪，我今天大概中午的时候，我刚好有空嘛，对不对？要读书了 ，OK， 读书赶快去读书，然后说奇怪，他在到底在抠什么？我那边研究，我还睡了两三次，我说奇怪到底干嘛？然后就一脸迷茫的在那边睡觉，我就觉得还蛮好笑的，对啊，现在只能吃了，你可以吃其他人啊，草皮大衣哦。我这件衣服的话，就是可以那个啦，就是可以隐藏在草丛之中，别人没办法发现，对吧？然后睡，然后就这样睡起来了，然后也不知道干嘛，然后也没有补血，也没干嘛，就很莫名其妙。然后我还盖了两个围墙，哦，看起来像是围墙啦，反正就是围墙啊，木头的围墙，对吧？然后我就是因为我就一个人玩，然后我就要花很多时间去弄啦，想说如果说你们有在玩的话，想要加入老皮的部落，哦，你就可以去帮忙砍一些树木，然后这边把这个围墙围起来。我想说这边围个营地啦，围个营地，然后弄个车库啊、停车场，还有一间瞭望台什么的，反正就是要花点时间哦，花点时间。NPC 在这边哦，有点远。打 NPC 的话，有时候会打到建材，就其实还不错啦。如果有机会，赶快你要多打 NPC， 因为 NPC 真的是不错，离我还蛮近的。我想说要不要过去打一下？我先去商店买一下弹药好了，因为我捡到一把狙击枪。对啊，我去弄到了一把狙击枪。啊，这把狙击枪我觉得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叫做 SVD。对啊，什么东西？有人说让僵尸加入部落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，哦，爆炸啦啊！假僵尸加入部落，为了部落，对啊，为了联盟。然后这把狙击枪，老毕介绍一下，就是它其实还蛮酷的。今天又跟其他人一起玩吗？我不知道哎。Oh my god， 不知道在不在？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狙击枪下面啊，就是有那个三角形，对不对？还可以还要测风向哦，就是它是要看距离的。比如说第一个好像是，我记得好像2468多少吧，200码，然后400码，600还600码吧，还是800码，忘记了，对吧？然后就是它有一个，早安，有人讲话吓我一跳。喂喂喂，谢谢。喂，我阿尔。阿尔，你在那个吗？你在营地吗？还没，我还没登录，因为我刚刚。好啊，那我等你上线，我们一起去打僵尸。OK， 我刚刚在玩战车，结果被队友搞到抓狂了。哎，你们又出现了啊！一个上线了。反正就是我拿狙击枪，然后昨天其实我跟阿尔那个搭配狙击枪，其实两个人没有搭配好了，因为我拿的是望远镜，我拿的不是测距仪。后来我就想说，特别去买一个测距仪，要跟阿尔搭配。你好像有测距仪了。其实你打死狙击手应该会有一些，真的吗？可是我没看到啊。但测距仪它就是可以测量说那个目标离你的距离有多远这样子。比如说我现在指这个树好了，这边树大概离我200公尺吧。然后我指这棵树，哦，然后这棵树大概400公尺，它就是会有个距离测试这样子。有吗？真的。然后嘞？然后这样就好了。你再次逼近。真的哦，我在胸针。哎，欸，那个才是测距仪啦！哦，你那把你脚底下的望远镜捡回来了，等下捡。现在有了吗？有数字了吗？有数字了吗？前面那只多少？数字你要哪一只啊？前面那只多少？然后那只戴帽子的是82啊，82，八十二的话就是第一个准星。80啊，又往前啊？有了。然后另外一边那个呢？后面那个143啊，143哦，那稍微高一点。有没有？你看看。有很准，哎呀，测距仪就是要这样用的啊！测距仪啊，有了测距仪呢，好不好？两个人合作无间，好，一个枪手，一个当观测手，多么厉害！开玩笑，一枪一支，哎，哇，没东西了。对呀，啊，就是要这样子，就是狙击手，好不好？那游戏里面什么 CS 那个哦，那个都那太假了，太假了。我只是打酱油的，啊，打酱油的，啊，没关系，你就当酱油哥也好啊，你就是当做前卫啦，好守护我们安全。成战斗蹲姿啊！哎，欸，抬头观察，啊，抬头观察，右左自右，演练哎！我要七敌啦，七敌七敌，左七敌，右七敌，反复七敌，提枪快跑前进，
请武长以火力掩护我。我以火力掩护你。皮匠来往前进。三至五步，迅速卧倒。哎呦，不错哦，不错哦。马上卧倒。抬头观察。抬头观察。哎，抬头观察。由左至右。嗯。由近而远。战斗冲锋准备，战斗冲锋，冲锋！哇，冲啊！白痴！好了 ，OK 了，准备好了没？三百个怎么了？这样好，我们继续前往啊！警戒一下啊，附近应该有人，因为最近玩家变很多，所以说附近应该都有一些敌人。你那边有在跑，看到吗？那谁？那边有人，那边有人在瞄准我们了，看到吗？哪？前面，他来，我看不到啊，我也看不到，没有吗？对，这种眼瞎，那是我错觉。左边，枪声不是从我们，是左边来的，是不是？有了，两个，他对我们开枪了。下车，没听到吗？拿什么东西轰他们啊？榴弹枪啊！他们死了。距离多少？等一下，我在你屁股后面。都死光了。上面还有三个。左边那个战斗蹲姿的是361啊。361啊 ，OK。然后那个趴着的是365。僵尸来了。256。死了。365嘛，僵尸来了，僵尸来了，车，中了，他死了。后面有僵尸。OK。哪里？还有一个趴过来了，躲进车里哈。没关系，上车。僵尸。哇操！在前面了，红色的哦，是盗贼哦，主动攻击了。搜索一下，我慢慢看，帮我搜索一下。看到吗？还有警察，就是那个啊，就是类似像军队啊，军人英雄队伍。啊！哎，地雷，后退！没错，那有地雷吗？对，刚刚有地雷。那是地雷。然后前方两个，哦，三个，开火吧！哇、哦，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接下来有人开枪。踩到地雷，吓死人了啦！踩地雷，我们绕到后面点的位置就可以了。上站打。兵哥，大家帮我撤距，大家帮我撤距哦。OK， 到这边应该 OK 了吧 ？OK 了。OK， 好，走，下来。已经关掉了。到车子后面，趴倒，卧倒。兵哥，帮我撤距哦，看一下距离多远。哎，不要打到我前面。你要死了！我解决了，我死光了。还有吗？看还有没有人？哇、哦，草地也有地雷，我看到了。有在哪边？前面那边有三颗挤在，你看到有点土。后面有个弹匣，有一个人哎、欸。距离多少？躲在那个巷子后面，220啊。220，他中了。One shot, one kill。哎、欸，有人开枪？敌人吗？在哪边？怎么位置？欸在后面，后面，快向后面，向后面一个，小心！我死掉了，什么事情？哎、欸，他躲到右边那个箱子后面了。看到了，兵哥，你先卧倒，找掩护。我死了，我也死了。你们两个死了。哎、欸，他趴下来了，两百二对不对？219。露出一个头。有中吗？没中。219，一个头。死了。OK， 附近应该还有，先不要去女装，先等他们回来吧。哎、欸，这是谁？就是那个人嘛。对啊，你撤下去。我看一下在哪里。哎、欸，怎么不见啊？后面正后方。哎、欸、哎，震撼弹！啊，有电过来了！啪！他们对我们开火了。那个又回来了啦，好烦哦、喔。
哪？我靠！哇，被炸死了！是什么？车子爆炸了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我们被那东西炸死了。欸、是不是上面那个丢下来的、啊欸？搞不好是那个人丢的吧？因为他飞过来之后就掉下来这个东西啊。對啊，应该他丢的吧？现在，你们直升机可以载几个？还可以载人啊！你们可以载几个人？可以载五个。五个啊、哦！一二三四五，这边就五个了。哇，那还差一个。啊，没关系啊，我可以。还是你先载我们去回收尸体，我想看尸体应该还在吧。你们坐不要跟我讲啊。好啊好啊，那我们先上飞机吧。哎、啊，真的耶！好恶心哦，不想看。僵尸开飞机。原来游戏是彩色的，终于变彩色了。前面就是我们的那个、啊，前面就是我们死掉的地方。我的手姿势好猥亵哦！我要先去找。我现在觉得我手姿势好猥亵。你的真的有那个感觉，在上下移动，超恶心的！干嘛这样啊？先把枪回收来。哎、欸，那个直升机连着过来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飞过来了。过来了。等一下，我手边没有那个啦，没有那个藤。哦，有。有事吗？不用，把它打下来。掉下来了！担心啊，掉了。好了，我把他的机枪手干掉了。一边的机枪手干掉了，还有另外一边。跑！不要干掉！我跑，他离他远一点。这样炸到我们吗？不会吧！不会，现在没事，看能不能修好它。好了，搞定了。还有一个，架伞没事。等等，应该好了，我看能不能过去。Oh my god！ 我差点把你打死了，你在我前面翻。我要过去。超恐怖的。对不起，我差点把你打死哎。对不起啊，我看一下，我用望远镜看一下。他们过去了。地上有地人，小心一点哦！不要踩到。三百哥的身上还有很多那个东西啊，大家可以帮他回收一下。来，可以开吗？这可以开吗？这个啊！哦 ！What the fuck！ 居然就死掉了。我没死哦，我要忙的说，我怎么可以又进回去了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那所以这直升机爆炸，然后我们全部人都死了。对啊，是超酷酷的，这是超酷酷的，好不好？刚才真的是老B需要接送吗？什么就接送啊？哦，我有飞机啊！哎，来接送我啊！你们在哪里？K 城 K 的那个村庄了，老毕听到声音了，那个在附近拍的，我在那个下面那个塔那边，有水塔那边，这边附近有水塔。我僵尸怎么这么多？僵尸太多了吧？这样怎么回？怎么下线呢、啊？你在森林后面，你在森林后面。我刚应该拿到那个枪就准备下线了。我还没看到你们位置，你看到那两个塔吗？我那边。哦，对的。黑鹰计划，快来救我！黑鹰计划，黑鹰，我是计划黑鹰。黑鹰，你们在哪？黑鹰，我看到他，那是你们，吗？你们直接降下，你们直接降下。啊，降下来。黑鹰，我是计划黑鹰。小兵在这里。哎、欸，这你们黑气怎么长不太一样？长不太一样哎、欸！然后这谁的飞机？刚刚那台啊！
你说被打下来那台吗？还是我们开过去的那台？明明不是那台，好不好？我们打下来那台爆炸了，那台爆炸了，你是台湾人吗 ？OK， 你。对啊，你们是谁？你们是谁？我好像搭错飞机了。我？你们停下来了吗？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吗？到了。然后我现在应该在降落。可是我已经起飞了。有吗？我搭错飞机了。我搭错飞机。大龙，你们明走了。你们到底是谁？你们到底是谁？等一下，让我下飞机，让我下飞机。你们到底是谁？你们被绑架了！我被绑架了！救命啊！我被绑架！老皮，